镜头前说悄悄话，俏皮亮相的就是辉达创办人黄仁勋。吴玉景现身台湾，只是这回身边跟了神秘嘉宾。一身中国风粉色套装，他就是黄仁勋的太太 Lori， 首度在台湾媒体前曝光，紧紧跟在黄仁勋身旁。活动进场前还贴心从包包拿出眼镜替黄仁勋更换，连大合照时黄仁勋更是紧紧搂着太太，展现夫妻甜蜜互动。My wife is here somewhere. Yeah, Lori. 黄仁勋夫妻档首度同框，过去他就曾透露，早在17岁那年就认识当时19岁的太太，对他一见钟情，苦追6个月，终于成为情侣。5年后的耶诞晚会上，黄仁勋求婚成功，当时就曾对太太立下目标，誓言30岁要当公司 CEO。果真，30岁那年创立辉达，实现诺言。从初恋到夫妻，这手一牵就是40多个年头，两人生下一对儿女。儿子黄胜斌在台湾开过酒吧，女儿黄敏珊曾做过饭店业，如今都回到辉达，各自担任产品行销经理。He's shocked. He's shocked. Anyway, and Sophie looks surprised. Yeah. 这回来台当张忠谋神秘嘉宾，但妻子 Lori 很低调，把版面留给老公，继续扮演 AI 教父背后最重要的女人。